地理馆，整个森林搬过嚟，制造城市中嘅纯氧体验。呢度万几棵植物同微生物组成小型生态，一个钟就可以生产18000人所需要嘅氧气啦。世博完毕之后，啲树仲会移植翻喺意大利噶。Right, it's about breathing, it's about smelling, feeling, right? It's about our bodies in this natural environment.成间奥地利馆都冇装冷气，但入到去一样好凉爽。香港一啲冷气成日冻到要着褛嘅商场，真系要学下嘢啦。加上场馆用太阳能发电，不停喷雾水，加上植物光合作用嗰阵放出嘅氧气，要制造纯氧空间就系咁简单。